小心，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终于忙完了，我们去吃点好吃的。好吧，好吧。最近看量子物理学的资料看得好累呀、感觉古兰星之光的力量也没有增强我的耐力。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，你就是真正的凶手。长臂，你没事吧？又来了，他今天第13次发作了。你们不觉得侦探很酷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是在模仿夏洛克。错，我不是在模仿，我要成为全宇宙最有名的侦探，消灭一切罪恶。做侦探要有卓越的智慧、坚毅的勇气、精准的判断和精密的推理能力。可是他只有夸张的吹牛能力，竟然小看我超宇宙第一的长臂大人。平行是多个工厂的铁矿接连失窃，警方表示失窃事件可能涉及多个环节。这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将持续关注此案进展，为您带来最新报道。工厂铁矿连环失窃案，有机会让我大展身手了。各位，是特勤队长。近日平行市多个工厂的铁矿遭盗窃，想必大家已经看到新闻。我怀疑这不是一般的失窃案件。请问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关于案件的一些基本信息，稍后会以文件形式发送给你们。好的，交给我们。长臂，看来你的大侦探梦想马上就能实现了。你们看着，任何犯罪分子都逃不过长臂大侦探的精密推理。神机手、霹雳炮，我和长臂他们去案发现场勘查，你们留在基地里整理货物失窃事件的具体信息和资料。嗯，好的。白城、长臂，我们出发。嗯，到，再到，再到。左边，左边，喂，你好，我们是来调查失窃事件的。哦，是变形联盟，没问题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请问你们这里丢失的都是些什么货物？这个嘛，我记得失窃的货柜里装的都是铁矿石。只有铁矿石？是啊，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货柜呢。那些货柜运抵后就堆放在那里，没人打开过。可是交付时，货柜里的铁矿石居然全部不见了，监控没有任何异常，我们也是一头雾水。能带我们去看看吗？当然，就是这里了。那，那是。对了，傍晚会有一批新的铁矿石抵达，有可能嫌疑犯会再次出现。放心，有我超宇宙第一大侦探长臂大人在，一定会尽早破案的。哈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注意到了吗？那里是高能转化反应的痕迹。没错，看来特勤队长的推断是对的，失窃事件并不简单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傍晚会有一批新的铁矿石抵达，既然对方的目标是铁矿石，那么今晚一定会有所行动。我们可以埋伏在周围，等待对方自投罗网。好办法，看来咱们长臂进入了大侦探的状态了。这么久都没发现，我都要被蚊子烦死了。又来一个。长臂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我们是在埋伏的。我最怕蚊子了，以前和虫兽作战的时候就应该把蚊子全部消灭了。目标出现了。快追上去。
是跟丢了吗？你们是在找我吗？双子星，你不是已经失踪了吗？我是太惦记你们才回来的，我的老朋友。谁和你是朋友？说，你有什么目的啊？为什么要偷窃铁矿石？我要拿来用，谁挡得住？你，别和他废话了，先抓住他再说。嗯，你们确定能抓得住我吗？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全力出击！龙岩屠心！我必须要掌控他们。双子星还没回来，喧哗吵闹，我们去看看双子星是不是在搞什么花样。知道。呀，这，让我来，哎，啊，居然躲掉了。真难缠，双子星的招式很棘手，这样下去只会消耗大家，得想办法破解才行。我知道了，幻影不是实体，没有影子。强心普林士，烈风暴长臂，你们听我说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。哎，机会来了，组合攻击。创世重心，超速裁决。可恶啊，原来是被变形联盟缠住了。是西卡。还有我们两个。真卑鄙，搞偷袭。不宜久战，双子星，我们撤。哼，变形联盟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很快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别追了。普利士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我在想，西卡和双子星终于又出现了，他们一定在进行着什么阴谋。他们偷那么多铁矿石有什么用呢？必须尽快通知大家，